空白，好，然后成为什么？没有东西，所以这个是空白，变成没东西，好，然后再切到百家姓二，把结果输出到 A1， 哎，有没有？就是一二三四 ，OK， 四个动作，啊，我们试一下 F， 这个地方我把它先设个中断点好了，先跑一下，全部串在一起了。哦，所以 S 里面现在是全部串，但是有空白，对不对？哈，我再按 F8， 它就帮我把什么空白有没有全部都清掉了。再切到百家姓二，再把 S 放在 A1 里面 ，OK， 结束了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接着继续往后面做了。也就是我今天，比如说我今天我只是希望帮我串完，而我后面这个我要继续把。这160个姓氏，哈，当然百家姓不止这些啦，这个从网络上 Google 百家姓就有了。我只是取到160个，那我后面的范例是希望怎么样？请你帮我把这160个字分别放到这个160个格子里面，但是是有次序的哦。可能上面这个格子是由左到右，20个，这个感觉好像跟那个什么万年历很像，有没有？万年历是1到 7， 那这里是1到 20， 所以你会发现哦，应该有一个是编号，有一个是倍数， 20 有没有一倍、两倍、三倍，诶，那不就可以把我们要的东西变到这边来。那如果下面这个是由上到下，但是没有编号，没有编号，诶，没有编号怎么办？其实可以借由 column 跟 row 帮我完成。那这个其实还有点难度了啊，那请各位先试着把这个部分呢先完成好了，先把它串接在一起啊，并且输出到那个百家姓二里面。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。